他本是地表最强的特种兵，如今却要死在外星生物的手上。面对外星生物的步步紧逼，科尔只能不停地朝他开枪。不幸的是，子弹打光了。 他只好掏出腰间的刀，准备殊死一搏。可外星生物越来越多，再这样下去，他们必死无疑。更糟的是，卡斯伯在这个时候癫痫发作，翻起了白眼。此时，外星生物的皮肤开始蠕动。当看见外星生物伸出头的一刹那，卡斯伯突然从癫痫发作中惊醒，说他们就在自己的脑子里。还没等话说完，就虚弱的瘫倒在地。幸好同学一把将他扶起。此时，卡斯伯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 想通过自己的大脑意识阻止外星生物的袭击，竭尽全力的控制自己的思维，嘴里也不停的喊着停下来。Stop。等卡斯伯说完最后一句，外星生物果真有了反应，原本蠕动的皮肤瞬间停了下来，站在原地有如死了一般。但卡斯伯也因此重伤了大脑，当场昏死了。也就是在卡斯伯控制住外星生物的同时，小日子发射了核武器。此时天空中出现了火红的亮光，接着就看见一艘外星飞船掉了下来，一时间外星生物全部死亡。 世人都以为是小日子的核武器消灭了外星人，但只有科尔和女孩心里清楚，真正赶走外星人的是卡斯伯。经过医生的诊断，他的大脑已经完全死亡，变成了一个植物人，也许再也不会醒来。女孩哭着请求科尔能将真相告诉人类，但科尔心里清楚，又有谁能相信是一个孩子的超能力拯救了世界？他失落地走在街上，看到他的人把他当成了斩杀外来入侵的大英雄。远处还有人拿着棍子殴打着外星生物的尸体。不久后，人类找到了外星飞船坠落后的残骸。 几名科学家身穿防护服，小心翼翼地深入。刚进来就惊掉了下巴，没想到飞船的内部空间竟然这么大，而飞船的内壁上不像是金属，表面出现了诡异的波动。这样看来，外星人似乎并没有完全毁灭。事情之后，科尔回到家中，惊喜地发现妻子并没有死，两人深情相拥。失去挚爱的光熙选择徒步旅行，试图忘记伤心的过往。所有人都返回了城市，过上了正常的生活。 唯独阿尼莎不相信外星人会这么轻易的被人类击败，带着两个孩子躲进了深山。他猜的没错，正在旅行的光熙无意间监测到了一股诡异的信号，也预示着外星人会卷土重来。就在科尔带着妻子在海边度假时，惊恐的发现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停泊在天际。至此，入侵第一季完结。整部剧每个细节都是在铺垫，没有结果，似乎都是在为了第二季埋下伏笔。从头到尾也没有看见外星人的本体，只不过是看见了几个外星生物不停的攻击人类。 他们也许只是外星人最低级的生化武器。当飞船停泊天际之时，才是外星人真正入侵地球的时刻。一切的谜团也只能在第二季中寻找答案。目前第二季还没有上映，等它公映时，小编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解说。喜欢这类题材的小伙伴，下期见。